我天啊，那个声音出来了！快点，老公，从今天起我转职了，我是养蜂人。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本本。今天又是大家最熟悉的环节，就是交友软体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又要约一个男生出来约会了，好久没有实施约会计划了。也没有很久，但是就是大家熟悉的探探，大家不要在意我的手为什么举在外面。探探推出的新功能寻缘嗡嗡，透过你给的条件，根据性别、特征、兴趣，替用户搜寻合适的对象，让你透过 APP 进行实句文字的蒙面对话。没错，感觉蛮刺激的。蒙面呢、欸？所以你想蒙面、啊？这样很有神秘感啊。可是突然蒙面完。不是你喜欢的，抓到这样，这样才可以交流的感觉。哦，有一种揪揪的感觉，哎、欸，不知道是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怎样怎样？总之这是探探的新功能，叫本本来体验看看。所以我想到一个内容，不如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功能约对方出来约会。当然要约会啊，肯定要约会，我好兴奋，好期待、啊。既然这次是探探嗡嗡嘛，那我们不如变成小蜜蜂勤做工，直接把对方约到养蜂场，啊、一日养蜂人，这样子才特别啊。哎、欸，你很有想法哎、欸，我本来想说可能就是一样去一些就是情侣会去的景。景点去约个会而已，你居然说出了养蜂场，我觉得很好，非常适合这次的主题。那我们要不要直接使用手机看看？好，来，那我觉得这一次呢，我们应该要寻找那种比较不怕深山、比较阳刚的男生，不要找比较都市的啦，怎么样？看起来比较健康、阳光的这样子。对，来来来，嗨，我是你的寻缘嗡嗡，释放你的小蜜蜂，为你找到即刻能聊的有缘人。好的，释放我的小蜜蜂，听起来超色的。现在我的小蜜蜂在寻找，然后真的。是看不到画面的，我得让他寻找，让他跳出东西耶，有点酷哦。找到一个人，找到一个人了，真的看不到脸，真的看不见哎，所以我就要这样直接聊了吗？对啊。安安几岁？住哪？花莲人哎，花莲蛮远的哎，哎，花莲，我问一下，你是原住民吗？在台北就有点远哎，不知道会不会答应跟我出来。在网络上来，现在有上来哦。阿美族的，就是他前几天才上过台北，朋友常常生日，所以都会约我来台北喝酒。怎么办？就是他了，就是他了。他的嗡嗡算蛮典力的，马上可以找到了，而且刚好符合我们今天要找的人。单刀直入的问，要不要跟我出来？那个，要跟我出来。他说可以耶，可是我没有跟他说我要去养蜂场。那就这样子啦，那我们就直接当天碰面了。我们要选一个晴天的日子。好，我们已经约到了，我们的对象非常的迅速，直接就约到了，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挺符合我内心的需求。我刚刚聊时，就是他脸跑出来了，我觉得他看到我一定觉得哇，捡到宝。新推出的寻缘嗡嗡真的超好用的，只要开启这功能之后啊，就有很多小蜜蜂飞出去帮你寻找合适的对象，而且他有十句私聊的功能哦，只要你聊完之后再解锁头像，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人是不是你喜欢的人适不适合你，你喜不喜欢这个人的长相，就不用担心难聊，也不用担心尴尬了。好，我们就改天见。今天来到了一个养蜂场啦，虽然现在这个背景看不出来是养蜂场，我为了今天的约会，特地约了我的男伴来到了养蜂场，我们直接来给蜜蜂咬。好，那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我在探探上面约到的男伴，等等。很适合养蜂场的人，怎么叫你比较好？瓦力斯，瓦力斯，好像有神奇宝贝的那个怪兽，那个瓦斯。瓦斯，好，就叫你瓦斯了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我突然觉得，真的非常适合，因为是花莲来的，然后可能比较山区嘛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很 man， 然后不怕这种山区的危险，他可以保护我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一起体验采蜜蜂的过程啊，还有可能喂蜜蜂，还有抖蜜蜂的过程。这是我今天的防护服，不能生化了。哇，怎么样？怎样？这样好看吗？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看的吧。怎么样？这个约会不太对啊，有点不唯美哦。太认真做工了。没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跟老板说，我们现在要来怎么体验。Go！ 老板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哦，你这样熏他们。对，熏他们之后，他们就会掉下去了。我天啊，天啊，这声音出来了。把它拿起来，先放旁边。今天太阳大哈，其实蜜蜂是蛮乖的啦。
我把那蜜蜂给摸吗？来，你摸看看，轻轻的摸就好。对对对对对，不用担心。对，它其实它 OK 的 ，OK 的。对，不要去拨它就好了。对你摸它，它不会咬你。OK， 哎、啊，你很没很大胆。你认得出他们每一只的名字吗？我只认识蜂王而已啦，因为目前的蜂量不是很大。蜜蜂他们到夏天的时候，蜜蜂要慢慢死掉。九月过后的时候叫秋繁。你看以这一片来讲，对，这一片来讲，里面都是满满的蛋跟虫，一颗一颗的小小的白白的蛋。其实这时候秋繁就是为了明年的龙眼蜜跟荔枝蜜，你们可以拿看看，没关系。好。不用担心，今天蜂很乖啦。从今天起，我转职了，我是养蜂人。真难看，这很多人不是都会把它们拿来炸吗？我那边是吃蜂蛹。真假？嗯。所以你超爱吃的。可以吃啊。老板，你要小心，你等一下会突然不见很多只蜜蜂。攻击我，有一个在攻击我的。他在攻击你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哦，蜜蜂很痛。没关系，你穿衣服不用怕。会飞进来吗？不会。那个声音就是有点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你拿，你拿，快点，老公，老公。好事哎，交给我。觉得他们好像很生气，那个声音都出来了。都是你啊，刚刚说都要吃他们的蛹啦。欸、对对对，听到了啦。对，不是我。所以他们产出的蜂蜜是不一样的蜂蜜。你看你去哪里采？如果说我今天摘到龙眼树下采的就是龙眼蜜，那我们目前我们平息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红丹蜜跟鸭脚木蜜。原来这蜜蜂被黏住了，怎么办？快救它！你看它被黏住了。是啊，很幸福。好像在钞票里游泳一样的意思。看看蜂王哈，我找蜂王给你们看。蜂王特色种，这怎么看得出来？蜂王它体型特别大，屁股特别长，因为它一天可以下到2000颗蛋。王在这里了，也是找到了。在哪里？啊？哦，看到了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哦，看到了。哦。它是王。对，一箱里面只有这一只。所以这只蜜蜂是千人斩，每个都跟它怎么过？这全部都是它的女儿，这些全部都是它生的。哇，好厉害耶！它屁股比较长，然后比较胖。然后它有一圈的四位蜂，它不会自己吃东西，全部它这一圈的蜜蜂喂它吃东西，然后它只是负责下蛋。它在巡逻哎、欸。对，它巡逻看有没有下蛋的，在这里面都有白白的一颗一颗的蛋，它在巡逻看有没有地方没下蛋，它就会下蛋。老公你拿，你不可以摔哦，不可以摔、哦。对，摔下去大家要跑、哦。举牌吧。颁奖。颁奖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好，任务完成，漂亮，快走。走。走。你要吃的炒米我给你。嗯，可以吃，这可以吃啊。我弄给你吃。哦，好，可以啊。这是天然的炒米就可以吃。这是纯天然，你这个要吐掉啊，不吐掉没关系，这是纯天然的。老铁，老铁。不干。怎样怎样？你干嘛？很香啊。好。嗯。哎，它那个很像口香糖啊。哎，真的。超屌的。哇，好香，哇，好香。很像天然的口香糖。太好吃了。那个，那你生意怎么样？很香的。啊，跟。没有，全部三个都让满。先开始喷，然后喷完就喷出来哈。好，对对对，好拿起来，盖子拿起来。OK， 好，啊，也喂两块。里面还有多的什么果实、水蜜桃的种子之类的感觉。这里的蜜蜂超可爱，它脚上超多那个花粉的，都有造型的哦。就这下再来弄，好，结束。要怎么分辨是被蚊子咬还是被蜜蜂咬？你被蚊子咬会痒，蜜蜂咬的时候会很痛，是会痛，不会直接痒。它不会一开始就痒，它会先痛完以后灼热，对，会灼热，然后慢慢会肿起来。你们第一次被叮会这样子肿？那我现在已经常常被叮，我刚刚就被叮了两三下，其实我不会肿，因为我们常常被叮。如果你们真的肿起来的话，哈，不舒服，你就会去医院去啊。我们是常被叮，这是 OK 的。那老板，我们来这里约会，你有遇到真的有年轻朋友来这里约会的吗？我看你们是第一个、喔，我们是先例呀、啊，奇怪的约会。突然从养蜜蜂的地方到了一个咖啡厅，就是饿了。叫这个，这看起来超好吃的，你看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那你觉得刚才就去那个养蜂场约会的行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不错，因为我平常去山上会看到蜜蜂，看到我们会闪，所以就特别的跟他去很近距离的接触，不大了解蜜蜂的习性。那这次来的话，很了解蜜蜂的习性。有吗？你有很了解了吗？很了解啊，就可以抓它摸它，把它当宠物在养。对对对对。那你们来之前有做什么准备？就想说怎么会约在养蜂场？对，我也觉得很荒谬，就是约在养蜂场。说实在的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我以为是。
能一些山上的步道啊，然后园区哦，就是可能还有凉亭啊，或是小卖部啊，观光地区的感觉。就我今天去，这里还没有做好哦，然后就只有几个箱子，我觉得哇，就超特别的，非常做工的感觉。对，对非常做工。还有挖土机，还有怪兽，什么都还没移走，这样雨下来感觉那边就会土石流。今天的采蜂蜜约会行程完成啦！今天去了现场才发现，哇，养蜂人真的很辛苦哎，但我就觉得他们有一种朴实无华的感觉。看他们在那边喂饲料啊，然后拿那个东西，我觉得、好像很好玩。虽然我今天也没有在玩，都是我在玩，对，就给你做就好了。蜜蜂透过费洛蒙闻到蜂王的味道，就像是探探的新功能嗡嗡，让你找到合适的对象。而且它有一个蒙面十句话，一开始的十句话呢，你是看不到对方的长相的。十句话之后看到对方的真面目，然后再进行更亲密的互动，就像我们两个一样。对，今天的影片到这结束，如果还想看我跟谁约会或是干嘛的话，就在底下的法追会当你没说过。流泪，飞鼠呢，它有时候会吃很像草药的东西，所以它排出的大便是有养分的，所以我们都会。剖开来，然后直接吃。你喜欢生吃大便？生吃是最好，你煮的话把那养分给它流失掉。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只吃果实跟草，你会吃他的？不会，我绝对不会。哇，我是本本小蜜蜂，快来用探探找到可爱甜蜜的另一半吧！